我刚刚给你加了一勺醋，你看够不够？不够自己再加。行。放心，我们这里加多少料不会被打的。哦。随便加。对，随便加。酸笋给我加吗？我喜欢吃酸笋。再加一份酸笋给他。好，拿个碗加过来。管够。放着吧。放着。我不用尝，我喜欢吃醋。哦，那你老公肯定一定很难做。哇，不是吧？你加了四勺了，你这不建议你少加一点会。没事没事。哦，闻见都酸，牙齿都软了，腿也软了。可以开始啊？对，可以。嗯，那就可以啊。怎么吃饭比我还斯文？嗯，果然是姐妹，吃东西都好斯文了。我看着就好着急，我已经大吼了。淑女不是都是这样吃吗？嗯。辣还好哎。辣度还好是吗？那还要加辣吗？嗯。已经开始了吗？嗯。好，三辆。那我看一下时间啊。四辆就买。现在是7:19。然后我们的挑战时间是30分钟，49分之前吃完就是挑战成功。啊，开始你的表演。这位美女是我们沈阳代表团的，是吧？我现在在河北。哦，只是在河北。啊。录音少啊。要给我点醋吗？还要加醋是吧？嗯。还要加醋。我的天哪！四勺都不够，你要不直接拿这个碗倒进去吧？我不想要辣椒，再用盆倒下去哦。7勺，醋都加了2两。不收费吧？不收费，不收费，不收费。那你会炒吗？那么喜欢吃酸笋，你不觉得臭吗？我觉得好香啊，我一点都不吃。可以，一点点微辣。你对这个分量感觉怎么样？分量还可以。可以，能吃得完吗？嗯，可以啊。就是平时吃东西都是习惯的，比较细嚼慢咽的。对。啊。你捞一下吧，还有多少？好像没多少。没多少。他吃得下吗？是饱了吗？还是？还好，刚刚吃。什么？已经三两了。三两那不随便吃啊。哎呦，下一个就你了。随便吃，随便吃。他说你们这个太简单了，他随便吃。我知道，有嘴就行是吧？对，确实有嘴就行，他不仅能说还能吃。嘴香，房子。嗯，胖子都替你着急了，他看你吃的太斯文了，他刚刚都在旁边帮你配音乐了。你是第一位啊，老板在旁边配唱的。嗯，就腐竹了。对，快没了。这一口吃个1分钟就能吃完了。吃完我感觉5两个都可以试试了。啊，越吃越想吃了是吧？我感觉5两个我都可以试一试了。越吃越饿了，这个胖子他还没饱，他说还能吃5两个。就是吃的比较慢，但是吃的其实也很多，对吧？对，我就吃的慢。啊，没有粉了，腐竹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特批这个腐竹不用吃了啊，因为他不喜欢吃腐竹。大爷，你笑啥？你放了他一马。没有没有没有，那得了啊，我们就不为难人，好吧？我们只要以开心为主，好不好？嗯，不喜欢吃就不吃了，得了得了，不用勉强。然后新店开业，送个祝福吧。对。祝生意兴隆，然后也是可以开到全世界吧，然后你希望第一个店开到我们这边。好的好的，谢谢。哇，恭喜你挑战3两爆辣成功，
翻倍，就是六袋啊。这个也是我们的新款螺蛳粉，非常好吃的。希望你带回沈阳给亲戚朋友尝一尝，好吧？欢迎你来刘老板，恭喜。